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赖昌邦。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将用镜头带您快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左营社区关怀站的长辈用健走的方式来到三民区和福气合堤社区关怀站的长辈交流，大家都很佩服左营的长辈能够走3个小时来到三民区。两个关怀站的长辈在相见欢之后，纷纷拿出最佳才艺来 PK，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直说下一次也要跟进交流。一路从莲池潭走到合堤社区，左营社区关怀站的长辈虽然有点疲累，但是休息一下精神又来了。尤其是在福气关怀站看到老朋友，他每次都打电话叫我来，我就不来，关心他。两个关怀站的长辈相见欢之后，纷纷拿出最佳才艺来 PK。福气关怀站的长辈玩起乐器敲打的游戏，手上的手摇铃和响板都打在节拍上，展现团队精神。左营关怀站的长辈则准备带动唱，大家跟着动一动，让气氛达到最高点。接着表演苦练已久的陶笛演奏，也获得满堂彩。大家都很开心，他们身体都很健康。铃铛啊，还有那个跷跷板，那个跷板啊，哎呀，那个敲了对我们那个手腕也是很好，这样也是可以做运动。有2个月了哈，我们就练了大概2-3首曲子这样子。因为大家同学真的很棒，学习那个学习意愿也很高。左营社区关怀站的长辈大老远从莲池潭走到合堤社区，福气关怀站的长辈看到同样是年纪大的长辈都活得这么健康又有元气，也激起健走交流的兴趣。我觉得他们那个精神很好，从左营走到这边很远，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走到那里。我们要跟着他学习，以后跟他们一样从这边走到他们那边去。我可以，我可以，我自信可以。我们准备今年也是要出去交流的，那或许我们也可以到他们的点去哈。因为刚才他们长辈真的很棒，然后我也看见说，长辈之间的交流，其实发现说他们那个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之间哦，可以提升他们的价值感。表现一级棒，太好了。那我们想说，透过据点跟据点之间的联谊哈，来增加我们据点长辈之间的情感的沟通。那我想说，每一个据点都有每一个据点的特色，尤其是我们来福气教会这边哈，他们的特色值得我们去学习。两个关怀站的长辈相互交流，欣赏对方的才艺，大家也在课程上相互学习。这些交流和互动，激起长辈们更多学习兴趣。社区好新闻，林嘉明、赖昌邦采访报道。随着现代人生活习惯的改变，过去菜市场车水马龙的景象已不复见。不过，许多令人怀念的好味道还是传统市场最齐全。拥有50年历史的三民区十全市场，里头不但有让人一吃就上瘾的排骨酥、春卷皮、自制面条，还有专属菜奇亚的浓浓人情味。请看今天的港都脸谱。就是这排骨酥的浓郁咸香味，让人一走进十全市场就被吸引过来。东西实在，东西实在，好吃。没有说赞，不是洋蒜，是赞。我们的不同于别人是怎么样？因为它的肉，我们是用新鲜的肉，是我先生现每天现剁的。对，温体就是早上现人家现宰，然后我先生把它带回来现处理，然后现炸。有人说，要了解一个国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逛当地的菜市场，尤其三民区的十全市场拥有超过50年的历史。传统市场以前比较多人啊，现在比较没落一点啊，因为可能景气关系也有啦，大卖场比较多也有啦。以前这个市场连这条路哈，车子都不能进来，机车也不能进来。这旧部落市场，要讲搁外有外侪人潮来，是真的是比较困难啦。但是就是咱会当希望讲，大家在邻近的吼，亲友邻居，不妨再回来我们这有感情的老社区的市场，因为咱买侪买少拢袂要紧，或多或少我们都可以自由选择。位在高雄火车后站的十全市场，除了走过50年的岁月，特别的是摊商大多是住家与贩卖所在一起，因而产生不少生产与贩售一条龙的模式。加52年，
开始啊，五十八年才来做，嘿啦。我的你都尽量改革甲真向个进步甲真好就对了，进步甲极点啦。阮头个做兵转来，阮就来遮卖菜，卖果子卖菜，啊一边然后一边过摆一边果子，一边卖菜。啊我一边果子一边卖润饼。啊，用一挂人要食个餐厅呢。不管是面点老板还是春卷老板娘，亲切的笑容中都可以感受到他们对食权市场不可分割的深厚情感。除了美食，隐身在市场里的还有这间专卖生活杂货的五金行。有较侪啦，啊是这较传统啊，像迄家当生活，啊是迄个扫帚的矿工扫的。就是说，若要嫁囝娶新妇，要入厝，家来买拢总有吼、哦。而且吼、哦，他是不怕货比货，就怕你不是货。而且问了三家以后，就知道这里是货真价实、物美价廉的老店。传统市场在逐渐式微的现今，卖的绝对不只是商品本身，还有那最让人怀念的菜市仔、林煎饼。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台风接连侵袭高雄，造成部分地区淹水。为了避免疫情发生，防疫工作刻不容缓。卫生局除了派员加强巡检之外，也呼吁民众尽快清除室内外的积水，在清扫环境的时候也要做好手脚的保护。另外，饮水和食物也要注意，以免吃了引起肠胃不适。莫兰蒂台风带来强风豪雨，造成高雄市多处地方积水。卫生局立即针对列管的地下室进行疫情调查，结果大部分的地下室都有积水情形，有的还查获登革热病媒蚊的幼虫或成虫，让防疫人员大为紧张。呼吁的就是说，像我们的积水地下室，因为积水地下室刚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到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有一些决绝，因为我们知道只要5cc 的清水，斑蚊就会繁殖。那所以，如果是比较少积水，我们就会投予一些化学防治的药物啊，一些清洁剂等等这些处理哈。除了地下室容易积水之外，居家内外也发现轮胎、雨鞋等杂物有积水的情形，呼吁民众要赶快清除这些脏乱点。另外，容易积水的工地也列为巡查的重点。现在有一些地下铁工程、铁路地下化哦，或者甚至我们一些工地，那这个在下雨之后，其实那个工地很容易也会积水。好，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那这部分我们会采取比较严格的哈。一旦工地被发现，被检查出来有滋生源存在的时候，那除了罚款以外，工地是会被停工的。大雨过后，民众在扫除积水、清理环境时，最好要穿着雨鞋、戴手套、口罩等，避免受伤皮肤暴露在污水和淤泥里而受到细菌感染。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说，有些像高端螺旋体的部分，那是会因为脚部的一个浸泡水，然后有受伤之后，比较容易在那个污泥里面产生的部分。所以，进任何一个复原、救灾复原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好自己，所以穿好鞋子，穿好防护的设备，这是很重要。另外，台风造成停水、停电，冰箱食物解冻过久或者泡过水，最好不要再食用。饮用水也要煮沸再饮用。蓄水池淹水的话，要确实的清洗消毒，以避免引起肠胃不适。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干净的水源。处理食材虽然是熟食，可是可能你环境可能不够安全、不够干净的时候，那也会有一些传染病。那再有这种传染病，其实比较常见的是像一些大肠杆菌。台风过后，气温回升，适合蚊虫细菌滋生。雨后积水没有马上清除的话，很容易引起登革热大流行。卫生局呼吁民众确实清除积水环境，以确保大家的健康。社区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梅基台风发威，全台菜疫情惨重，就连油桶也惨遭摧残。位在高雄市博爱三路的菜工邮局门口的两座油桶，台风天遭到连根拔起的大树砸毁，形成头身断成两截的情形。邮局方面觉得不可思议，附近的民众呢，直说台风实在太强了，就连油桶都不放过。看着两座油桶如今成为这副模样，邮局人员百般无奈。但究竟谁这么可恶，把油桶破坏成头身断成两截？原来全都是梅基台风惹的祸。它这个油桶是这样子的，那它整个是淋在这上面，那油桶
倒下来之后就整个掉到旁边。梅基台风周二挟带强劲风力侵袭高雄，位在博爱三路蔡公邮局前的大树抵挡不了风势，整棵树遭连根拔起，不偏不倚刚好砸中旁边的两个油桶，还好里头的信还在油桶内，没被大风吹走，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是马上复健吧，因为这个不像那个歪斜的那个，因为这个油桶不见了，机器人好像不觉得要怎么办这样子。眼见油桶已经断成两截，面目全非，无法修复，邮务师一早赶紧将它回收处理。叫人来拆啊！啊，这边已经修断了。这修断呀？天啊，歹啊，水火无啊，水修理啊，啊，这天灾啊，这风啊头。倒是民众早上要来寄信，却找不到油桶，只看见两个红绿底座竖立在人行道上，大呼不可思议。油桶都被吹走了，对啊，太夸张了啦！这台风真的是梅基，真的是太强了。油桶怎么会飞走？这个是已经，可是螺丝还在上面呢，那是被人家敲起来的吗？昨天才看到那个冰箱在路上跑。只是就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原本邮政的顺畅这样子。先前台北出现两个弯腰油桶，一夕之间爆红。如今因为梅基台风侵袭，高雄街头也出现两个断头油桶，只是这两个油桶完全看不出原貌。邮局方面无奈之余，只能感叹台风威力实在吓人。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罗少君采访报道。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拥抱港都，热情加温，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庆年港都，深耕在地，左邻右舍，东来看，社区好新闻，赞！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的好新闻，赞！社区好新闻，关怀港都大小事，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好心情。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由庆年港都有线电视举办的幸福区里一日游日前举办了最后一场的公益场，阳光基金会的成员在导览人员带领之下畅游历史博物馆和香蕉码头，还搭乘太阳能船欣赏爱河的沿岸风光，再到全国独一无二的劳工博物馆参观，让参加的民众重新认识这个居住已久的城市，并且都可以爱上高雄。庆年港都爱高雄，幸福区里一日游。就在全车人员的欢呼声中，幸福区里一日游正式出发喽！第一站来到了位在盐城区的历史博物馆，这里的特展相当丰富，不仅有介绍各区的人文历史、自然环境，也可以让民众透过这些展览更加认识高雄。那大家拢知影，高雄的以前地名叫啥物？打狗啊，有狗一定有什么？狗打猫，打猫里头。家鸡、打鸟，啊叫啥？阿狗，阿狗你知影，甲咱食鸡。来到盐城区，当然不能错过香蕉码头。一群人望着海天一色港口，海上还有船只，欣赏只有在高雄才有的独特美景，也让参加活动的民众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对于庆年港都的用心安排，也给予肯定。啊，今天来这有欢喜不？应该我看到大家很喜悦，那些过来，大家都很高兴。那么，能够像。心情很好，也很开阔，很好，很有意义。香蕉码头当中，当然还有记录台湾昔日香蕉王国点滴。无论是火车或是运送装的竹篓，都是承载着不少曾经在这座城市发生过的历史故事。透过这些老物所述说的故事，就是庆年港都举办幸福区里一日游的目的。一系列的活动以来，从五月份第一场开始，一直到今天做一个圆满的结束。
也希望今天的活动大家都能够圆满，而且能够收获满满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系列的青年港都的一些公益活动哈，比如说我们十月份跟十一月份分别有两场我们的这个妇科音乐会，那另外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场这个爱心夜市的活动，那这些整个系列活动都是我们青年港都一直以来做社区公益回馈的一系列的活动，也希望我们的市民还有我们的好朋友都能够多多的参与。时间也来到了中午，大伙围在一桌，一起享用丰盛的客家佳肴，料理美不美味，在每个人的脸上就可以知道答案。吃饱之后，就来到了爱河搭乘太阳能船，欣赏高雄最美的河岸美景。随后也参访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劳工博物馆，了解台湾劳动文化的价值。最后还到了世界最美、排名第二的地铁站，为今天的旅程画下完美的句点。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举办幸福区里一日游的活动，已经是第14个场次了。不仅提供给一般民众报名参加，也特别举办三场的公益场次，让平常不容易走到户外的民众也可以一起来参与，感受这个城市的历史点滴以及美好的景象，让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重新认识并且爱上高雄。青年港都爱高雄，幸福区里一日游，赞！社区好新闻，吴秉元、徐婉珍采访报道。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举办的城市行动厨房受到民众好评，日前加开三场安可场的美食 DIY 课程，由甜甜主厨教导民众制作提拉米苏，不少学员都是全家参加，大手小手一起将奶油和配料组合成了漂亮又可口的提拉米苏，大家都好有成就感。拌均匀，再拌得很均匀。开始要自己做提拉米苏了，大小朋友都好高兴，大家猛拍照记录，跟着主厨老师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学。哦，不要杯子外面的，你杯子里面拿来说我。那它食材就是最主要要注重它的新鲜度，因为它没有经过烤箱，所以说没有做到所谓杀菌的部分。那所以说在食材的新鲜度上，尤其是像蛋黄啊或者是鸡蛋这个部分，最好是能取当天新鲜的食材。先把吉利丁溶解，再把奶水加热，最后把鲜奶油和其他材料倒在一起，打成稠稠的，就可以挤入杯中，再放进饼干。提拉米苏的半成品大致完成，还蛮好玩的，蛮简单的。这个在家里哈，平常我们就可以自己这样子做，可以自己制作，这样很方便。参与这次美食工作坊的学员大多是爸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大家齐心协力，有的负责搅拌，有的帮忙挤鲜奶油，很快就学会了。可能就是老师说的那种鲜奶油吧，打法不同啊，因为我没有打好的话，很忙就失败了啊，对不对？以及老师的步骤，你要上课要讲了，是记得非常清楚，不然的话做失败了就口感就不好吃了。半成品放进冰箱冷却之后，撒上饼干粉和糖粉，就大功告成了。看到这么漂亮可口的提拉米苏，大家都好有成就感。是觉得蛮有成就的，因为我们没有做过这种东西呀。啊，今天第一次做，而且我们速度上做得很快，然后有赵老师的步骤来做哈，做起来很漂亮，很好。有的是食安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原料取得的方式，每个人他所需要都不一样。那所以说你在家里能自己做，第一个你能很清楚的知道你所用的食材是哪些。那所以说青年港都办这个活动，我觉得是相当好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方式。好吃的美食大家都爱，尤其可以自己动手做，那种成就感真的是无法形容。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在举办十一场次的美食工作坊后，应民众要求又加开提拉米苏安可场，让更多民众享受 DIY 做美食的乐趣。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台湾近年来吹起了一阵港式饮茶风，不但市区街头开启一间间的茶餐厅，饭店业者也陆续开发特色的港点。在高雄有一间位在盐城区的饭店，过去就是高雄知名的港式饮茶，有着许多老高雄人的饮茶回忆。而为了推广以及发扬茶楼文化，业者首次举办绘画比赛，希望透过不同的方式注入港都全新的饮茶风气。
香笼刚出炉，还冒着热蒸汽的烧麦水晶饺，叫人看了垂涎欲滴。近年来，高雄吹起一波港式饮茶风，大街小巷陆续开启港式餐厅。不过，许多老高雄人的港点回忆里，一定少不了这间港式饮茶饭店。如今，饭店为了发扬港式茶点的深厚文化，推出绘画比赛，就取名为我最喜欢的港都茶楼。饭店呢，为了推广艺术之美，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有举办一个我最爱的港都茶楼真图画稿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我们最主要是针对高中职的学生，还有大专院校，还有社会青年组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饭店新颖高雅的特色装潢，搭配业者收藏的珍贵古文物，散发优雅娴静的浓浓中国风，吸引许多来自国内外的饕客慕名尝鲜。而饭店举办的绘画比赛也将融入建筑外观与茶点特色，挑战参与者的无限创意。奖项部分呢，就会赠送大家就是饭店的总统套房免费住宿一晚，那另外还有双人的餐券，那当然其他奖项还有包含说豪华的套房，还有豪华的双人房的住宿券，那当然餐券一定也会含挂在里面。那为了鼓励就是民众的参与，当然我们也会简单的一些参加奖，就送他饭店的一些食衣建筑的备品。不论您是港式茶点的爱好饕客，还是被超值丰厚的奖项给吸引，都可以上到饭店官网查询，了解详细的参赛规定。得奖作品除了会放置官网公开展示外，也将制成着色图画纸，提供孩童上色使用，希望将高雄人过往的饮茶回忆再度被唤起。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历带您快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的10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9月11，适合入殓、破土、除福、沉福，不适合开市、入宅、置产、祭祀。冲头煞北方，37岁和97岁的民众，请您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赖昌邦，我们明天再会。
每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我这几年来会安尼做，是希望会当传承落去。这支牛线表现出来，唔干那是力量，嘛有真水的表达，予咱尊师重道，得礼仪，礼廉耻。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在你我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我的青春是用棒球写下的日记。当教练之后，我常告诉小球员们，一球入魂是我们唯一的信念。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和您一起用心。每日透早，我拢是准时出发。不管日时也是暗暝，不管寒天也是热天，拢会使看到阮的身影。因为这二十几年来为高雄市民服务，就是阮上重要的任务。永远的老朋友，青年港都有线电视。